至时中诸毒方属交闭口者有毒，己人液气便欲绝，又令人吐白沫。多饮桂枝若冷水一二升，即多食大蒜，即便欲甚不可饮热，杀人比见在中交毒。寒蒜及其柴钩吻叶与芥相似，勿食之。杀人方，即八两，水六升，竹取三升，服五合，日五服。又云此非钩吻，食诸菜中毒，发狂烦闷，吐下欲死方。取鸡屎烧末，服方寸比，不解更服。又煮葛根饮之，浪荡毒，煮甘草汁、捣兰汁饮，病凉，苦护毒，煮黍、瓤令浓，饮之数升。加石马肝中毒，取母黍屎二七枚，两头煎者是，水合饮之。未解者，更作十六畜鸟兽，头够一钱比，短句云，其死人，又饮尺之数升凉。凡物肝脏自不可清淡，自死者迷误食之，生食肝中毒，导父子末，服一刀归，日三服。肉有见毒，以兰汁大豆解射毒，食欲肉胃在密气中，精素者即漏腐，茅屋之沾腐胃漏腐，此前病有毒，烧人时末九服方寸比，右方导泻之，服二三升，各连取，以少水合之，食黍米中脏腑中毒方。此事欲腐，煮大豆一沸，饮之数升，即解。煎解猪肉漏毒，食自死六畜猪肉中毒方。黄柏末，服方寸比，未解者数服，六畜自死，皆是遭疫，有毒，食之冻下，抑制煎鸡，并亦以利丸下之，食于中毒。浓煮橘皮饮之，短句云，冬瓜汁最厌，食猪肉过冷不消，必成虫症。下之方，大黄、瓢消各一两，芒消一家，煮取一升，尽服之，若不消，病皮炎。杏子汤三升，和三服，吐出，神厌。食牛肉中毒，煮甘草，饮之一二升。食马肉，冻下欲死者，尺二百粒，杏子二十枚，举蒸之，五升饭下，熟和导之，再朝服，令尽。此牛马皆为病死者耳。食鲈鱼肝，即鱼中毒，错鲈根，煮之饮一二升，凉解毒。浓煮香酥，饮之一升，饮食不知是何毒。根据前甘草剂通了此毒，皆可以救之。食诸菜勿吞水质，至淡藏血，长痛见黄瘦者，饮牛羊热，血一二升许，经一宿，便暖，诸之一升，饮之，便下至，食君欲毒死方，矫人使之，饮一升，即活，服诸土力丸，一家，又决地做土浆。服二三升，则凉，勿食也愈，愈死。辽同军法，凡种欲三年不取，一成也愈，即杀人也。复方梅师方，治饮食中毒于肉菜等，苦参三两，以苦酒一升，煎三五沸，去子，服之，吐出，即愈。或取煮犀角之一升，一家，右方，致使狗肉不消，心下煎，或腹胀，口干，发热，妄语，煮炉，根饮之。右方，杏仁一升去皮，水三升，煎沸，去子取之，味三服，下肉为度。金匮方，致使蟹中毒，紫苏煮之，
饮之三升，以子之饮之，益智。凡泻胃经霜多毒，又胜会方，以生呕之，或煮甘蒜之，或冬瓜之，并加又方，置至肉座，食之吐下，用生犀角末，方寸比，心及水掉下，即菜。唐崔卫公云：炫业暴亡，有良心闻之，乃诊之曰食毒。仆曰：常好食竹鸡，竹鸡多食半夏苗，必是半夏毒，命生姜雷之，折齿而灌之，活。金匮方。春秋二时，龙带经入芹菜中，人欲食之为病，发时手轻肚满，痛不可忍，作蛟龙病，服应糖三二升，日二度，吐出如蜥蜴三二个，便菜。明皇杂录云：有黄门奉使蛟广回，周顾谓曰：此人腹中有蛟龙，上京问黄门曰：亲有疾否？曰：臣持马大于岭，时当大热，困且渴，遂饮水，觉腹中坚脾如杯，周遂以消食，即雄黄，主服之，力吐一物，长数寸，大如指，使之鳞甲聚，投之水中，额青长数尺，腹已苦，久卧之，如故，以气复之，明日已生翼龙矣。上甚讶之。